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叶子。前阵子呢，台北理想的文具刚结束，然后就换台中的展期到了，所以今天呢，就来带大家逛台中的理想的文具展。那就让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吧。一走进来啊，就会看到这个很大的文具森林的标志，也就是这次成品和那个北泽平佑老师联名的这个理想的文具。那就让我们来看看里面有什么吧。我觉得它最外围的这个周遭啊，很像那种动物园的感觉，我觉得设计的非常好看欸。然后啊，再往前走就会看到这次主视觉展区的一个部分啦。这次就是和北泽平佑老师合作的各大品牌，像是很多人都听过的灯塔，或者是前阵子很红的 Uniball One， 也都有和北泽平佑老师做联名哦。那左边的部分啊，就是一些很可爱的笔记本，也是北泽平佑老师的设计。我觉得今年迪梦琪啊和北泽平佑老师合作这一款真的是非常的好看，但是因为我2022年已经有选好的手账了，所以只能暂时先放弃，但是我还有买他的其他笔记本。今年呢、他们和 Campus 合作的这个笔记本也是蛮多人购入的一个商品。接着往右边走，就会看到 TN 的区域。其实这个区域啊，是我一进来就第一个看到的区域，因为真的是非常的明显。他有和台湾啤酒做合作，我也有买他们的合作款的笔记本。那如果你真的很喜欢 TN， 我觉得这个也很可以买耶，因为它是这种烫金的样式，我觉得非常的好看，而且也非常的有纪念价值，整个就是一个 TN 的气场的感觉。它每一个都是设计这种一小间一小间的，我觉得这样子的设计还蛮棒的，就是有帮你把一个品牌归类在同一区的那种感觉。那如果大家还不认识北泽平佑老师啊，他这边有一些北泽平佑老师的作品，都是一些非常精美的卡片欸。如果你是那种觉得自己写字不好看的人，其实只要送这个给朋友就非常的有心意欸。他每一张卡片真的都非常的好看，好可爱。这边都是一些有关于这次展场主视觉展区的部分，它每个设计都跟这次的展场有关，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内容。那当然这次啊，一定要买的就是汉克和他们联名的这款纸胶带，非常的好看，也就是利用理想的文具这几只动物来做一个创作。这次啊，也有很大特色，就是这个联名款的花边袋。我自己也有买了几款花边袋，我觉得这次花边袋啊，真的是设计的非常好看，而且非常有这次那种文具森林的感觉。回去再来跟大家做开箱。这次 Plus 的单位啊，也是设计的非常的可爱，一走进来就有这个人形尺寸的这个大剪刀。那它这个剪刀啊，它原本就是有出这个小的这种工具盒，那又有跟Mizi他妈老师合作出这种非常可爱的款式，让人觉得非常心动哎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到 Mono 的摊位，终于找到一个比较少人的时间了。今天 Mono 的摊位啊，人都是爆炸多，因为他们就是有出这种周年的这个口红胶，这样子围成一排，真的非常的壮观啊。那我觉得其实这一个商品啊，也是蛮值得做购买的，它就是有它周年的这几个纪念款这样子。然后啊，他们就是用颜色把文具设计成一桶一桶装的，我觉得这样子的设计啊也非常的有特色。如果你喜欢绿色或者是蓝色，你就可以直接买这个颜色的这样子一桶。那这边啊，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，就是它的外套，这真的是铁粉才会买的吧，让你一穿上去啊，就是直接变成 Mono 粉丝的那种感觉。那旁边的这些东西啊，应该也都看过，只是这边有再放出来展示给大家看。
那我觉得这次啊 ，Mono 真的把他们的主视觉设计得非常好，非常的漂亮，也能够让人一看就记得的那一种。往右边走呢，这里有一些创作者的一个作品。简单来说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是大家应该一看就知道这是谁的作品了吧，都非常的明显，每个作品都非常有它的特色，真的是非常的厉害。我这次啊很喜欢小盒的这个设计，有那种星辰宇宙的感觉，我觉得非常的漂亮。东伟的手杖啊也是一直都这么有它的特色。再继续往右边走呢，这边有一些台湾的那种原创品牌，像是森林好朋友啊、东维工业跟爱之文具房一分之一也都有在这边。而且啊，这边还有森林好朋友的2022年手账，那个时候官网的货啊很快就被抢完了，所以如果没有买到的朋友也可以来诚品这边看看哦。文创商品逛完之后啊，再往旁边走，这边就是一些钢笔啊还有墨水之类的文具商品。那这边墨水我是还没有特别的涉猎啦，所以就先不跟大家做太多的介绍，就给大家大概看一下有什么商品。没有啦，子女啦。那在这边呢，我跟大家介绍一个商品，这款钢笔啊非常特别，它是以一个永续生态来作为一个设计理念，它是以黑面皮鹭来当做它的一个创作概念这样子，然后它都是利用再生的资源，像是再生的塑胶啊、再生的纸来做设计。我觉得这样子的东西真的很值得支持哎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到 Cocrio 的单位，终于找到一个比较没有人的时间点过来拍摄了。不然 Cocrio 的单位啊，从我下午来到现在都是挤满了人，我看蛮多人都挤在这边这个区域，因为这也是他们比较后来才出的那种分装纸胶带，其实还蛮实用的，因为如果你不需要用到一整卷啊，我觉得买这样分装是非常好的。那这边再跟大家介绍这一款笔袋。这款笔袋啊，我觉得它真的非常实用哎，但是我考虑了很久，最后还是没有买。那其实它的外表我觉得很可爱，它这边是磁铁的，然后里面呢、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可以收纳一些东西。那我刚好释放了一下，笔是确定可以放得进去的，没有问题，而且还蛮不会拥挤的感觉。那这边啊，就是一些 Cocrio 蛮常见的胶啊、订书机，还有一些笔类的文具，给大家稍微看过去。这应该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些商品了。那在过去啊，有一些比较不容易在一般文具店能够买到的 Campus 笔记本，这边的款式没有到很多，但是我觉得已经算是还不错了，而且很多好看的款式啊，像是这一款。在这边也都还算可以，都有这样子。那就再给大家稍微看一下有哪些笔记本。
然后啊，我看到了非常梦幻的一区，这也是白乐最近才推出的笔，我自己都还没有入手，但是它这个颜色是属于偏亮色系的颜色，非常的少女心哎，所以我有在考虑有没有打算要购买这套，但是又觉得好像是我驾驭不了的颜色。而且我觉得这次理想的文具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啊，它很多的笔类都有给大家试用，所以你就可以当下在这边试它的颜色，也不用担心回家会发现颜色不太喜欢啊，或者是其实用起来不顺的那种感觉。如果是笔记本啊，它也都打开来给大家看。那我就试用一支，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它的颜色。其实它的颜色是好看的啦，但是我觉得如果用在笔记之中可能会比较显得偏淡一点耶，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边呢是便利贴还有标签贴的一个区域。这次啊有推出很多我觉得非常马卡龙色系的颜色耶，可以来这边逛逛看。那当然这种很常见的便利贴也是不可缺的啊，不过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啊是这个，这个是比较有好一阵子前阵子在日本上的，这个就是你可以在书中用这个来画重点，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比较懒惰，所以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实用，但是它的外表真的是让人融化哎。这边有非常多的颜色，如果对颜色啊喜欢收集很多的朋友也可以来这边逛逛看。那我这边就稍微让大家看一下有哪些款式就好了，就不再跟大家多做介绍。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来文具展啊，真的一定要来这一区，这一区真的是非常的美，整个放在一起啊也会有那种很壮观的感觉。接下来呢，这个品牌一定要跟大家做介绍，就是灯塔1917。应该很多人都已经对这个品牌非常的不陌生了。灯塔1917啊，已经是一个非常红的手账品牌。那为什么今年刚好一定要介绍这款灯塔1917呢？因为今年呢、啊，他们有和北泽平友老师合作推出了这款有关于理想的文具的笔记本。非常的好看哎、欸，但是里面我是没有看过里面长怎么样啊，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这边有一本可以试看的，那就大概翻一下给大家看。它里面呢、啊、封面是有一个理想文具的图案，那里面就没有再多余做什么样的设计了。那如果你本来就是灯塔的爱好者啊，那我就觉得这一本真的很值得收藏啦、啊。那当然这次理想的文具啊第二名一定要买的就是这个女子博的福袋。那它里面有什么呢，给大家看一下里面。它里面呢、啊、就是有像这样子的一个礼包，然后它就是有镜头印章、纸胶带还有一个笔记本这样。那里面也就是稍微介绍一下它有什么样的东西。那主要是它的这个袋子非常的可爱，所以如果你有刚好需要里面的东西啊，就可以顺便买来收藏。那这样子的福袋价格啊，给大家讲一下，它是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800元。那这个价钱我觉得是还可以，因为你如果镜头印章，它的价钱其实就不便宜了。然后这边有三个颜色给大家看一下，蓝色、粉红色跟黄色。我自己觉得这次的蓝色非常的好看，很推荐大家可以购买蓝色。那这次啊 ，Plus 前面啊有推出一个福袋，也就是大家这次真的不能错过的一个商品。每个福袋的商品啊都不一样，那大概给看
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那每一个福袋的款式都不一样，那他就是买这个福袋啊，就是会送这个富士山的手提包，真的非常可爱耶。所以如果有要来理想的文具的朋友，真的还蛮推荐可以购买的。接下来呢，这边的品牌是 Midoriya 的观星手杖，也是这次诚品花非常多钱打广告的一个品牌。我每次只要打开网路啊，就会一直在看到他们观星手杖的一个品牌出现这样子。那他们的观星手杖啊，我觉得是真的非常好看。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，我觉得真的是实际来逛比较好，因为它这边有非常多的细节，其实一时用讲的可能也没有讲的那么清楚。